现在闭上你的双眼，从你的双脚开始放松全部的肌肉，大声地在心里告诉自己，我将完全放松。从我的双脚开始，来到我的小腿的肌肉，放轻松。现在放松，来到我的膝盖，再往上到两边的大腿，放轻松。肚子、臀部的肌肉通通放松了，后背、腰部到脊椎通通放松，把一整天的疲劳、紧张通通放松，整个心情也通通放轻松。现在到你的脖子也渐渐的不僵硬了，你的放松从脖子来到两边的肩膀，看你平时的肩膀多么的紧，多么的硬啊，现在通通放轻松。从两边的肩膀到你的手臂，两边的手肘，所有的疲倦通通离开你了。到你的肩前臂，到你的手掌，手指头的肌肉都放松，消除一天的疲劳。现在这股放松的暖流来到了你的脖子、肩膀，到你的喉咙，你的喉咙说了好多话，现在告诉他可以放松了。来到你紧紧的下巴，你的内颚关节，脸部的肌肉，你今天做了好多的表情，让脸部的肌肉放松吧。再往上到你的眼皮，你的眉毛，整个头皮、头顶放轻松。现在感觉到你所有的紧绷，所有的焦虑，所有的紧张，一点一滴的离开你的身体。你从来没这么的放松，所有的紧张焦虑一一的离开你的身体。现在从头到脚再次更深的放轻松，你的头脑从来没有这么放松过，所有的烦恼一一的离开你，从头顶到整个头部，从肩膀到双手，从脖子到前胸后背，从来没有这么放松过。到两边的臀部，到大腿、小腿、膝盖的疲劳、紧张都离开。现在到两边的膝盖、小腿、脚通通的放轻松，从头到脚告诉自己，我将慢慢的进入内心。
世界。我的肉体将会消除疲劳，恢复体力。我将进入内心的世界，我将进入内在的专注。现在告诉自己，不要把记忆力集中在我的内心了，不再对外在的物质环境感到关心，感到兴趣。从头到脚开始在放松，我将进入内在的催眠状态，让我的内心集中注意力，头脑放松吧，全身放松吧。当我在全身放松的同时，渐渐地在恢复活力健康，我可以感受到一股活力健康的能量渐渐地充满我的全身。所有的紧张和压力完全地消失了。现在我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的内在，看看我的内我想要给我怎么样的讯息。我把头脑所有的批判的心、分别的心都拿掉，身体在快速地消除疲劳，恢复体力。如有身体的疗愈过程正在启动，我将注意力的焦点向内我集中方向，感受要传递给我的是什么呢？我不再受到外界讯息的干扰，同时身体在消除疲劳，恢复体力，同时快速地启动身体自我疗愈力、自我疗愈能量，同时开始向内我、向内集中注意力的方向。现在你将会完全地消除疲劳，恢复体力，你会感觉到身心的平安及喜乐。当我脱离了催眠状态，我会感觉到一种轻松、喜悦与自在。